赶紧过来，抓到他这个身上去了。一飞，上去了，小飞机。那你把李林抬起来推，危险！啊！掉下来了！咚叽嘎！啊，下来了！现在是陈哥哥的turn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陈哥哥turn了。啊！紧密的，累死了！啊！哦！叫我帮奶奶做菜去。